同我查罗小兰嘅资料。首先我要求传召一位新嘅证人。我只有将所有嘅财产留俾你。罗波先生系想喺罗小兰小姐18岁生日嗰日将 Sophia 号送俾罗小兰。 Objection！ 被告人律师所讲嘅新证供，全属于个人猜测，实质嘅证据就喺呢张相嘅背后。